公司创建于2019年，注册资金1000万元，拥有4000平米的生产车间，以及2000平米发货车间。作为食品生产类企业，山东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自有品牌以及食品代加工领域，将产品质量安全奉为核心，把品质控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的始末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研发、生产、包装、运输产业链模式。